好好哭过吗？还记得有多久未真心欢笑吗？暴力的不是香港人，是政府。当我们游行过，我们抗议过，甚至有人跳楼，政府都无动于衷的时候，除了行动升级，大家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很多人真的觉得回到家，我每天买到餸，我吃到饭就 OK。 我觉得他们可能未理解到自由或者公义是一样很重要的事情。香港是属于年轻人的，虽然我们是可能没落鲁莽了一点，但是年轻人就是要鲁莽的啦。如果整烂几块玻璃是叫暴力的话，那政府没想过自己做了什么呢？今天说要重修立法会，要花多少千万，但是没想过香港人已经被他们盗了多少个亿。那几千万其实很少而已，被你呃了这么多钱，这么多年都。佢可能相对就其他哥哥姐姐嚟讲都系比较细个，都乜嘢可以做上网啊，同大家讲下我注意安全咁样咯，算系尽咗自己一份力。可能佢哋用嘅方式系比较偏激一啲，但系佢哋只系想表达翻佢哋嘅诉求。可能我哋呢个方法未必系最好，但系起码我哋努力过，为自己嘅自由争取过。只要我哋坚持落去，我哋会有希望。如果今次我哋个人企出嚟，香港冇咗就真系冇咗啦。我觉得最反感的就是其中他记招有一部分，就是说他会对这个昨晚的示威者是追究到底。你真的如你好像七一那阵时讲，你说你要包容和会跟年轻人沟通的，那为什么你一来就已经摆一个姿态，就是说我追究到底，那样还怎样谈下去呢？为什么会逼到我们的年轻人去到这样的情况，你都还坚持不肯跟他们对话，继续漠视他们那些诉求？即不要说讲行政长官了，你还配不配做一个人呢？你如果冷血到这样。冇人会支持暴力的，但我们看清楚整件事，现在是暴政。其实我们一代青年他们的质素很高，我们不要去浪费他们，不要去摧残他们。有不明白的人所以来到现场，亲自去接触下年轻人，亲自跟他们聊个天，好乖，好斯文，好有礼貌，好尊重人。他们最后那一幕走上去找回来，回来我们一起啊，我们一起行啊，我们做什么都一起。你真的很天真，成年人不要再骂他们了。我们没有人有他们那么勇敢，我们这么懦弱，我们不支持他已经不对。年轻人你们很有质素，很聪明，很机警，很勇敢，但同时真的要很谨慎，不要胡乱牺牲你的生命，不要为政权做些不值得的事，保留你的生命去做些有价值的事，因为你们质素很高，真的很高。